嗯啊啊啊啊啊啊想从我这里经过，要回答三个问题，但是我让你们，你只要回答对一个问题，我就让你们通过。三个问题答对一下，这么简单，快出问题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要来了，请问泰国神明的坐骑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来猜，大象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杰克。为什么？太神奇了，杰克。你以为第二个你就会对吗？不会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张雨生去了山上砍了树，回来带了一个原木回来，你请问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坏老鼠，坏老鼠！我想到了，这个是捡来的嘞。也不是，是他与生俱来的。三个问题，如果绿灯要走，红灯要停，那黄灯呢？我知道，黄灯会啊！怎么可能？那你请回我们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继续走啊！好，不要再废了。